9号的社区活动，5月20号台湾美食 Londisha 台湾美食厨艺巡回讲座，5月20号捷克伦敦广场夜市开幕，5月21号娃娃和泰迪熊特卖会，5月21号创业成功的秘诀北加州台湾工商会商业讲习班，5月22号华音回响岁月情留言作品音乐会，5月28到29号旧金山嘉年华会，5月29号万紫千红总是春海燕中国舞蹈团年度公演，即日起开始报名2016年侨商青年国际志工服务营。台湾美食 Londisha 5月20号周五上午10点在 Santa Clara 的状元楼将举办美西地区台湾美食厨艺巡回讲座，现场将配合推广台湾美食国际化，传授多项美食厨艺。金山湾区妈妈教室春季美食厨艺讲座，欢迎喜爱美食的朋友前往参加。东湾娃娃和泰迪熊特卖会，5月21号周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半，在 Alameda County Fair。来这里，您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令人惊奇和喜爱的娃娃，还有各种款式和大小的泰迪。现场除了款式齐全，您还可以拿到批发价，自用和送人两相宜。创业成功的秘诀，5月21号周六上午9点到下午5点，在 Cupertino 北加州台湾工商会将举办中文商业讲习班，特别邀请到讲员北加州华人最大牙科集团的创始人，现任北加州台湾工商会会长的吴一鸣博士，分享他创业成功以及社区服务的故事。万紫千红总是春年度公演，5月29号周日下午3点到6点，在旧金山 Herbs 剧院，海燕中国舞蹈团、斯坦福大学中国舞蹈团以及特邀嘉宾将联合演出。华音回响岁月情留言作品音乐会，5月22号周日下午2点到4点，在 California Theater 圣何西加州剧院，加州青年国乐团将演出刘源先生的经典民族音乐作品。作品有旋律甜美的民族交响诗，有大气磅礴的民族交响音诗，有异域风情的幻想史诗，以及新编的民乐三重奏二泉映月。捷克伦敦广场夜市开幕，5月20号周五下午6点到晚上10点，在东湾的 Oakland Jack London Square， 现场您可以欣赏精彩的街头表演和其他艺术节目，品尝奥克兰本地的美食、新鲜水果和各式饮料。您可以乘坐渡轮、捷运或者循环巴士 Freebie 到达。5月28到29号的周末，从上午10点到下午6点，在旧金山将举办第38届旧金山嘉年华会，今年的主题为庆祝大地之母。八街区有爆棚的音乐、舞蹈和异域风情的美食。盛大的游行将于29号的上午9点半在 24th and Bryan 街开始，为期2天的免费活动，这是西海岸最大的多元文化庆祝活动。台湾花莲地区暑期侨商青年国际志工服务营，7月25号到8月5号台湾花莲地区侨商青年国际志工服务营即日起开始报名，5月31号报名截止，内容包括儿童营队、老人及特殊服务义工工作以及社区文化体验等活动，参与全程活动者将发给中英文社区服务证明，欢迎16岁至25岁能以中文沟通的青年报名参加。